原来驱魔官军是总长真如传闻一样，有点东西。但一个只能持续一分钟的领域，又能干什么呢？能手刃你们，以告英雄在天之灵！怎么会这样？化解！ 居然能将希尔烧成这样！<笑>有趣，有趣！反铜玲珑，无人技，好棒啊，小鬼！ 我已经很久没有如此狂热的兴致了，接下来的每一击都是在尽情摧毁。对，就是这样。 我已经能感受到一点点疼痛了，再用力些呀！没吃饭吗？这点疼痛怎么提供了呢？还不够，还不够痛啊！你难道不想杀我吗？还是那群畜生的死根本激不起你的半条腿？他们是英雄，为人类和信仰而死。 不管有没有凯旋，他们的英名都不允许任何人侮辱。反通灵奴，九死归元！ 怎么就结束了？你的报仇计划呢？安洛仙，把它给我，我要让他为他的行为付出代价。反正也快死了，你玩吧。